快来分享一次。胸膛撑了，就是保持最好的状态，不知道保持多久了。对，是，对。然后没有想到竟然可以挑战成功，对，然后平常训练有成，是，对对对，就是到中后期开始。那个湿气加重，开始汗越来越炙热，这样对，但是你就感觉对，感觉全身在燃烧，哇，对，除了全身燃烧之外呢？好，全身燃烧之外，我觉得现在讲话的这个嗓音的那个穿透性跟稳定性，然后我觉得更有能量，有 energy。哇，瞬间充饱，对，充饱大量的电。对, 对，而且声音就更洪亮了，对，更大声了，对，真的，哇，超级棒的一次挑战，七次的主导文成功，耶！